安昌贱货最简单的。鱼好像不一样啊，这个颜色和那个颜色都不一样。这个鱼，这个是酱的，这个是酱油酱过的鱼。然后呢，那个螺丝青为什么要选螺丝青呢？因为螺丝青它的肉质比较松，然后呢，就是它的鱼大，然后它的鱼呢，就是它的肉里面的油质比较。